跟大家介绍一下我身上这件粉嫩嫩的洋装，它是做这个荷叶袖嘛，荷叶小荷叶袖，小荷叶袖，所以看起来不会这么的贴，一般的袖子就是平口那种就会看起来比较贴，那这看起来就会显瘦。它刚好遮到这个手臂肉肉的部分，它这边也有做一层这个蛋糕的那种感觉，一层蛋糕，所以这个刚好遮下来到这里就会很有腰身。而且呢，它这是一个非常舒服的材质，它是比较厚的棉，但是它又是那种很软然后滑滑的，而且它也是哺乳的部分哦，它是哺乳，对，它是哺乳衣，有没有，它也是直接用这样子遮住的感觉给大家看出来这是哺乳衣哈，你可以看得到有没有，这边还有一件绿色，等一下给大家看，这个是 Made in Korea 的，这个真的是韩国制的，而且它是100%纯棉的部分哦，有没有 Cotton 100% 这边 OK 吗？好，所以它是100%纯棉。那它还有另外一个颜色是绿色的部分，绿色，对，那它也可以穿到生，是绝对没有问题的，你可以从孕期穿到产后，穿到生都没有问题，这么大肚围的话有到134的部分哦，好不好？